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是啊，实在让人大开眼界。想不到神水香主竟然这么可亲，本以为领导此地的神灵应该会更强悍些。秋初香主来自昆仑山上的西王母国，是上神西王母的后裔，十分尊贵。那家伙眼光不错，也蛮有心，比你们这些没见识的好多了。嗯，好，我们先走另外一边，先走这边好了。别只是听我唱。嘿嘿嘿嘿。就因一场大雨，竟怪本神不顾有村子而砸毁本神的石像，曾经施予的恩泽都可轻易抹去，凡人皆是自私忘恩之辈。好丑。好多华美的石灯。好，又收集到一个奇妙的经历了。哎，怎么进不去？哦，耶利山神，你心神已乱，如此恐怕会加强混沌的力量。少废话，本山神为何要陪你们送死？吓我一跳。好，走。那我先整这些药品好了。孩子，那幽暗之力正与日俱增，愈加汹涌。在一切无法挽回之前，你务必要勤加练习，直到能完全掌控南斗星轮。只是，单凭你，仍不足以对抗这幽暗席卷之势，还需云清那孩子也一起。神女无需担心，我相信云兄他定也愿与我为九州苍生共同。我愿对话会换你。那孩子似乎对苍叶有些误会，毕竟苍叶的性格，唉，恐怕他俩还需要些时间。原来会对话会不一样。
好。啊，不够了。这个话，想不到连不周山都已沦陷，那里充斥着一股熟悉又可怕的力量，是足以将一切吞噬殆尽的幽暗。想当初在崂山，我就是为阻挡这股自东海水中蔓延上来的黑暗之息，几乎耗尽灵力。啊，人界只怕要迎来一场未知的大灾难。嗯，还是现在看起来比较好吃，一动不动的样子，老子见了都没食欲。你知道吗？那笨小子一听我说碧水银兰是清除你身上余毒的唯一药引，居然眼也不眨就拿刀割了手。真不愧是傲狠看上的家伙，两人一样愚蠢，情欲这种东西能吃吗？不过云清，这么多年你身边总算出现像样的人了。美味的好友，你要好好珍惜呀。亲近我的从来没有好下场，所以我不需要朋友。嗯，千霄总是三句不离那个臭小子飞星，一下说他心性纯善，一下又赞许他苦心钻研进步神速。我俩残魂说不准何时就要消散，难得小聚，他竟然满口都是一个黄毛小子。可恶啊，为什么本神的徒儿却是这副臭模样？不可能，本神的眼光不可能有问题。若你嫌我不争气，就快将星轮拿走。你不拿，本神偏不拿。傲娇屁。好了，我能感觉到。啊，这刚才讲过了。好，我们先进民房吧。甲子金丹，这一次救回来了，但斌洛要是继续吸收混沌之水，仍旧会断送性命的。心瞳为协助冰洛摆脱混沌影响，几乎耗尽灵力，我实在为他们担心。啊，不用怕了。这边往前走好像就是剧情的点了，所以我们先往回走好了。就凭月心和天勇，真能抵挡得了？
霍天，你说这些神使们身上留有凡人之血，有何大惊小怪？这些长着兽形脑袋的，全是混杂凡人血脉的幽劣之辈，他们八成是因为血脉不纯才无法返回天界，被迫留在人界苟延残喘，真是可悲。哦，好了，那不是重点。只是忍不住多看了两眼，那两人一个温暖如旭阳，一个清冷如皎月，都是人中才俊。听说香主在他们身上发现远古的气息，也许还是哪位远古上神留在人界的血脉呢。血脉有什么了不起？霍天上神是真正尊贵的远古之神，他那睥睨一切的神情才真是让人心动。我们先往回走吧，待会再过来。这边好，我们先快转。先降临神水乡，这最后的桃源乡可还保得住？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毛球菌的支线，捡完之后只剩还剩两个，驾驶金丹。是出去的吧？袋子，灵泉汤谷不在那头。滴血神药，装备下，负气丹，九转负气丹，五个应该够吧？好，先这样。这东西快破掉了。只能买四个，为什么？所以那个甲子银丹要怎么升级啊？是要用核吗？可是我也没看到啊，要怎么核？甲子神丹怎么核？好，先跳过。阿福，若能替你再换我一生玉儿，此生便足够了。好，等等，
等等再换你。好，就是这个毛球菌。望舒表示傻眼。原以为神灵的居处会与人们有所不同，如今看来只是更为精致庄重，仙气袅袅。这里果然是神灵的桃源乡，我们不会消失了，太好了。那是那些小狗狗吗？起地，让上神将金鱼收回，或许不是坏事。毕竟，它终究非人间之物。只希望事与多虑。上神心性难测，收集金鱼的目的恐怕并不简单。希望可以解决镜。好，走吧。然后这边逛完了，再买一个夹子金丹啊，夹子金丹。现在是否安康？阿
紧的布娃娃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别只是听我唱，等等自己也练习一遍吧。好，那我们到这边剪一剪好了。那喜欢我们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钮，铃铛记得把它打开，这样子我更新影片你就能追踪到最新的消息咯。谢谢大家这集收看，谢谢，拜拜。